台中的里市有真侪卤肉饭店，有的透早开，有的暗时开。啊，今仔就是要食一顿透早开的三合卤肉饭。哎呦，看伊个卤肉像足好食啦！莫怪伊生意好，你看乌烟漆漆。啊，这个好料的，就是我叫的，总共开不到100块。另外，这间里海爱下晡就开，而且阁有几啊大个老店。我各位来去吃，多谢收看。